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欢迎。从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欢呼声中，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这三位演员的喜爱。三位呢都是内地优秀的歌手和演员，而且作为中国电影界年轻力量的代表，他们有着超越年龄的执着和坚持，而且一直在向观众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深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那近年来他们也在电影领域进行着不断的尝试，再一次欢迎三位。而中国内地男演员陈晓在《宫锁沉香》以及《智取威虎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都塑造了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为观众所属爱。来，有请我们三位年轻的演员到我们的采访区来，有请。可以说三位当中其中有两位已经迈入了影视高校哈，对于表演一定有自己的心得，是非常幸运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认可。而且现在他们是唱而优则演，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爱上了演员的这个职业？我们不妨请三位分别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心中所理解的演员这个职业所带给他们的这种成功。好，我们先请郑凯开始好吗？因为我最近也因为我觉得演员就是我也非常开心，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下去。我觉得演戏呢，每一部戏演每一个角色，就是在诠释一种不同的人生，诠释不同的人。那我很高兴有机会参演一些电影以及电视作品。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觉得我会认真对待我的每一部作品，然后争取诠释好每个角色，然后也希望自己不断努力。好，我们也非常期待三位能够成为优秀的表演者，谢谢。好，那场我们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换旧的风采也有自己的可爱，快先要得很澎湃，聚光灯照亮无限的未来。我的舞台天庭就是王牌，大步向前迈，先把烦恼都抛开，快别害羞小天才，总会被青睐。的主场，大声唱出我的主张，做个好榜样。我站在舞台吸引目光，跟我努力努力向上，等什么想什么看什么，跟我一起唱。我的舞台有种超乎想象的伤痛，打开你的想象才能跟上这节奏。我们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要继续奋斗。
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无怨无悔的发亮，真的要感谢，也给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创作者指明了方向。永葆艺术青春。